又到了我们经络养生的时间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十巧手。现在请你们的双手借我一下，先敲指腹，好，敲指腹就是代表在敲我们的额头，就是我们的头部。好，敲36下，完了以后我们再来敲，虎口，好，虎口敲完了，我们再来敲大鱼肌，大鱼肌那边有我们的肌肉，也有我们的心脏反射区。好，大鱼肌敲完了，请你敲手掌尾部这一块，这一块就是大陵穴，跟我们男生的射护腺、女生的妇女病都在这里，还有我们男生的痔疮、女生的痔疮都可以敲敲这里。好，不要敲太快，一秒一下。好，手掌这边敲完了，我们再来敲小鱼肌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脖子酸痛，敲敲这里。好，这边敲完了，我们再来敲手掌、手掌这一块就是代表我们的肺、我们的胃都在这里，我们的肝也都在手掌里面。好，这手敲完，换这手。好，手掌都敲完了，把他手擦的敲。再敲敲手背。手背就是我们的背跟我们的腰。好，这个十巧手就是我们手上的末梢神经，我们经常去动它，我们的血液
就会循环得很好，就是让我们身体末梢神经能够恢复我们的血液循环。好，这个石敲手也是刺激我们手上的一些器官的反射区，我们能够敲一敲动一动，让我们身体的一些器官能够血液能够循环。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手太阴肺经。手太阴肺经就是讲我们从我们手上手这里面手掌里面属于阴，它有阴有阳，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是阴肺经。第一个穴位就是在这边少商穴，这里按住它一个十秒，放开，再按十秒。好，再放开，再按住十秒，放开，这样子大概一分或一分半，完了以后记得往下拉，拉过这一节，这一节就是我们脖子这一节，就是我们的喉咙这一节，少商穴。好，手太阴肺经是一条与呼吸系统功能密切的相关联的经络，它还关系到我们的胃跟我们的大肠。这条经络始于胃部、喉部跟上肢内侧，在食指末端，就是这里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少商穴。经常按这个穴位，就是感冒，预防感冒。哦，还有流行性感冒、扁桃腺发炎，都可以经常按这里，一定对你的病情有所帮助。两手都要按，两手都要按少商穴，在你的大手指头的外侧。啊，按下去，在指甲缝边边按下去，停十秒，然后放开，再按下去，停十秒，放开。好，按完以后再拉下来，这一节就是我们的喉咙，稍微可以用一点点力量。拉下来，拿过这一块，这块骨头，这一节，这一节就是我们的喉咙。好，这个就是预防我们感冒，少商穴。第二个穴位，鱼际穴。声音嘶哑，或者担心头痛、晕眩、胃出血，还有脑充血，都在我们的鱼际穴上。经常按我们的鱼际穴，就是这里，在这一块，大手指头底下，这块的肌肉上。为什么脑充血这里也有帮助？因为这里也是心脏的反射区。好，按这里也是一样，按十秒，放开，
再按下去十秒，放开，按下去十秒，好，慢慢放开，好，慢慢按下去，慢慢放开，是大鱼际，好，两手都要按，好，两手都要按，好，或者是你用食指按也是可以，好，这样子掐住它，好，一样是十秒，好，放开一下，再按下去，放开，甚至于也可以去揉一揉它，好，也可以揉一揉它。好，这是鱼际穴。再来下一个穴位，太渊。太渊穴是气血不足的时候，太渊会按太渊穴会有帮助。好，它也是流行性感冒、支气管炎，还有它失眠，还有肋骨神经会痛。太渊穴，太渊穴在哪里呢？在我手上大手指头底下，在这里，你按住它，按住它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按到脉搏了，脉搏在跳。好，按到脉搏会在跳，所以你也不要太用力。好，有一点压迫感，然后感觉到脉搏在跳。你按住它的时候，脉搏会越跳越慢。好，这一手，好，这个也是帮助失眠。失眠的意思就是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去按这个穴位。另外还有一个穴位，你可以一起按，在这边神门，这两个一起按。按住，把手搭下来。手搭下来，意思就是放松，哦，不要这样子按的，这样子你还在用力，当然不会睡着。哦，你这样子按完以后，把手放下来，哦，这样子按，然后把手放到胸口，晚上你就会睡着了，慢慢慢慢，脉搏会越跳越慢，你就会想睡觉了，哦。这是太渊穴，好，太渊穴在我们手腕底下，好，大手指头底下，手腕底下，这边有一个凹洞，你按住它，它这边有一个凹洞，好，你慢慢轻轻的按，你太使劲按，一下子还找不到脉搏，好，你这样子轻轻的按，慢慢用一点力，你就会感觉到你脉搏在跳动。好，所以你把手放松。好，太渊穴。好，太渊穴完了以后，还有一个金气穴，是呼吸畅通，是气管炎、支气管炎、膈肌还有食道，这个穴位都能够帮助。这个穴位在哪里呢？在太渊穴。我们太渊穴下来一个手指头的宽度，在这里，哦，太渊在上面，它再下来，差不多一个手指头的宽度，哦，金菊穴，哦，金菊穴，按它的时候也一样，这只手要放松，哦，这只手不要一直撑的。撑的就代表这边的肌肉还在抵抗，抵抗你这边压它，所以你把它放松。啊，两只手都要一样，啊，都在这里，按住它。好，按这个金曲穴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一个球圆圆的，就在那里。好，就在那里。好，你手这样子去动一动它，好像那里有一块骨头圆圆的，
就是那一块，哦，就是那一块，哦，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食道，哦，帮助我们支气管炎，哦，所以这几个穴位都是帮助我们喉咙，我们感冒，哦，这个穴位完了，我们再来按列缺。列缺怎么找呢？教你的两个手搭起来，两个大手指头这样搭起来，这个食指搭到这里，搭到这里就是列缺。这是一个方法，找列缺的方法。还有一个方法找，在这里你的手掌纹立起来，这边两个手指头放上去，两个手指头，第三个手指头就是列缺。列缺按下去是感觉上是两个骨头的中间。好，列缺头痛学列缺。列缺我们有头痛，有感冒，有神经的头痛，还有三叉神经痛，都是按列缺，还有鼻炎也可以按列缺。好，这个列缺是我们头痛都可以去按，先按列缺。好，这样子按，这只手也要按，按住就能够帮助我们头痛的舒缓。好，列缺完了，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就是孔最。孔最的穴位，孔最穴位在哪里呢？我们第一个要先学会怎么找穴位。孔最就是在我们的手上，在我们的手上这块肌肉往下走，走到最底部。摁下去，孔最，孔最就是痔疮，啊，还有头痛、支气管炎，还有肺结核，都跟感冒有关，咳嗽啊、感冒这些都有关。孔最，这里是我们的痔疮。痔疮犯了，赶快按这里。哦，夏天了，哦，吃的不要吃太辣，吃太辣痔疮容易犯。哦，吃太咸也会。哦，我们有痔疮，记得按孔最。哦，就是我们的肌肉下来。刚刚列缺三个手指头，列缺上面三个手指头按下去就是孔最。哦，孔最的位置 要知道用什么方法找，找到这个穴位。哦，这个是列缺孔最。孔最就是管理我们痔疮，这里是痔疮，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大肠反射区。如果你早上起来便秘，就请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，把手一个手手心朝上，然后手肘放在你的膝盖上，那这只手手心朝下，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滚。滚过来，滚过来。好，手心朝上，再手心朝下，这样子大概滚20下。好，这样子滚20下。这个20下完了，换这只手，也一样，滚20下，
这个这边就是我们大肠的反射区。好，这边滚完二十下，二十下，二十下，你可能滚第三次二十下的时候，你就会想上。我们这里，你如果便秘，这里会是硬邦邦的，这里有一股气，你抓下去，它好像有一点反弹，所以你没事的时候要这样子揉它，这样子慢慢揉。好，这手揉完了，这手再揉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大肠的反射区。好，讲到孔最，所以顺便讲一下我们大肠的反射区。好，孔最完了。指责这个穴位蛮重要的，啊，就是你腹部发热的时候，有咳嗽，有气喘，过敏，都是要按这个指责。指责在哪里呢？在我们手上，手心大手指头朝上，完成90度。这只手在外面按住这里，这条有一条线，按住这里，按下去，这个就是尺折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中间的，我们手上这样子走，走到中间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这个不只是刚刚讲的那几个症状。啊，尺折，啊，对过敏也很有帮助。为什么按这里跟过敏有帮助？就我所教你们的，拍这里，我们的湿气藏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拍这里，一秒一下，不要太大力。还有拍这里，还有拍我们的委中穴。好，这三个穴位，现在夏天可以拍一拍。好，每次背在晒太阳的时候就可以拍一拍。好，尺泽穴，这个穴位不只是这几个作用而已。你如果手肘以下会痛，手肘以下，啊，就是手臂这一块，啊，手肘这一块会酸痛，连手指头一样会酸痛，会张不开，请你按尺泽下来两个手指头，按这里，按下去。手慢慢张开，慢慢收回来，慢慢张开，慢慢收回来，这样子做5次。好，张开5次，5次完了以后，把手放掉，叫他自己再做一次，他就会感觉到，哎，没有那么紧了。因为这里的都是 手的神经都在这里面，所以我们刚刚按到的就是这三个手指头，这个三个手指头的神经接触点在这里。好，下来两个手指头这一块。好，两只手都一样。好，这个是手肘以下会痛，就是按这里。好，尺泽穴位。好，所以要先找到尺泽穴位。好，两个手指头再下来，你就会找到了。啊，找到这个穴位反射区穴位了。好，接下来狭窄，狭窄在哪里呢？狭窄的作用，这是调理肺的气行，气火
血输、经络、活络，还有咳嗽、气喘、气短、心悸，上臂前外侧会痛，手臂会这边会痛，有时候感冒的时候这边会酸痛，手臂外侧会酸痛，就是下摆。下摆在哪里呢？在这边这一块肌肉下来，两个手指头在这里，在这里下摆。好，你找到这一块肌肉下来，两个手指头在这里下摆。好，这一块有时候这一块会很酸痛，感冒的时候这边会酸痛，就是按这里下摆。好，这个穴位。好，下摆穴位完了以后，一个叫天府，天府也是帮肺啊气血活络的，还有咳嗽、气喘，还有吐血，还有鼻尿。好，下摆在这里，天府在上面，一个手指头，天府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要先找到下摆，再来找天府。好，天府这个穴位就是能够帮助我们，也是咳嗽气喘。好，主要这一条经络，肺经这一条经络都是帮助我们感冒咳嗽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进广告。好，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。防疫期间，许多民众选择餐点外送代替外出用餐，提醒外送员及业者落实以下防疫措施，守护彼此健康安全。第一，外送员应每日早晚量测体温，做好个人健康自主管理，如有发烧、呼吸道症状，应立即就医并回报业者。第二，外送工作期间应随身携带清洁及消毒用品，加强保温袋及车辆等物品的清洁消毒。第三，取送餐时应全程佩戴口罩，并建议佩戴具有挡风面罩的安全帽。最后，鼓励民众使用无接触取送餐服务，以信用卡线上支付，并与外送员保持适当社交距离。职场防疫，你我用心，食品外送，大家安心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讲后面的穴位。天府完了，在我们手臂上，天府完了以后，肺经还有两个穴位，叫鱼门跟周府。那鱼门怎么找呢？鱼门在我们的锁骨，我们这个锁骨，你先摸到锁骨，从锁骨头摸到锁骨尾，正好这边有一个凹洞，有一个陷进去的。好，陷进去的力量稍微往下一点。好，
这个就是云门。云门也是帮助我们咳嗽，帮助我们胸闷，还有肩背痛。因为锁骨拉开是跟我们肩、跟背有关，所以这个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肩膀酸痛，还有背酸痛，就可以按这个穴位，云门。好，云门在这里。好，这是云门穴位。好，再下来，一个手指头宽度，你就把它这样子摆完，第三个手指头上来，摁下来，就是中府。好，就是中府，云门下来，一个手指头宽，中府，这个穴位很酸很痛。好，这个就是支气管炎跟气喘、胸痛、肩痛、背痛，这个都有，这个穴位都有帮助。好，这个也帮助我们肺部，好，按住会酸酸胀胀痛痛的。好，这个穴位比较难过，可是按下去对你刚刚讲的一些身体不舒服它都有帮助。好，这个就是中府。好，那我们平常就要敲云门中府，用空拳这样子敲，敲50下，一秒一下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你大概敲个10来下，你就会有感觉，好像往外吐气。好，这边敲完，这边也敲，云门中府。好，这个云门中府就是帮助我们，我们的肺部，我们的扩胸能够有帮助。好，云门中府，这个也是肺经最后两个穴位，第一个少商穴，从手开始，好，一直走下来，少商、大鱼肌，好，太渊、鸡脐，好，列缺、拱坠、尺泽、狭白、天府、云门、中府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肺经。好，肺经两手都有。好，就是我们的手上的最上面这一条。好，就是手上的这一条。好，最上面这一条。好，那我们要记，一下子通通把它记下来比较困难。那我教各位一个方法，你只要记少商穴，手上记少商穴跟大鱼肌，你中间记尺泽，然后手上狭白、天府，再来云门、中府，这两个你就会记到了。手上这边有两个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孔，那个列缺、孔坠。好，这样子记就会比较好记。好，手上怎么记法就会记下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先分享的这个肺经。好，肺经就跟我们的感冒有关。那我来分享一下，我们感冒第一个要注意哪些。第一个就是打疫苗，勤洗手，好，真正戴口罩，掩住口鼻，
就是戴口罩。好，真正生病的赶快就医，然后多休息，多喝水，作息要正常，不要白天睡觉晚上不睡，那你的体力一直恢复不好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刚刚我讲的按穴位。除了这个肺经之外，跟我们感冒有关之外，你晓得要按哪几个穴位。再来，我们感冒经常会有头痛。头痛，第一个，一般人都会想到太阳穴，有两个手指头按住你的眼睛后面的耳朵旁边这个太阳穴，且你揉的时候往前揉，往前揉，往前揉才不会头晕。好，慢慢的揉。第一个是太阳穴，第二个百会。百会怎么找呢？就用你的两个大手指头放到耳朵里面，中指碰到，这个就是百会。好，百会就这样子按。好，可以轻轻揉。好，不要揉太大，因为揉太大都跑掉了这个穴位。好，百会。好，头痛可以按百会，按太阳穴。再来就是风池穴。好，记得按进去往上提，按进去往上提，按进去往上提。好，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头痛的时候能够舒缓。再来，天庭，就是你的鼻子上面最上面发际旁边，你的头发旁边发际，天庭。好，按天庭，头痛也可以按天庭。好，还有一个印堂，两个眉毛中间印堂也可以。好，按印堂。好，印堂其实你不按它，你只要把手快贴近你的印堂穴，你的印堂就已经有感觉了。好，这个印堂你这里就会有感觉，你手还没碰到它就有感觉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轻轻的按，不要太大力。好，按印堂。好，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头痛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按住这几个穴位，帮助我们头痛。因为我们感冒一定会有头痛，然后又会有鼻塞。好，鼻塞第一个按住你的迎香穴。好，迎香穴就是在你的鼻子旁边。好，迎香穴。迎香穴完了，还有上迎香，鼻子上面上迎香。好，这两个穴位之外，你鼻子不通，你还可以按你的天通，通天穴。好，通天穴就是从你的眉毛头这样子分上去，在这里。好，差不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。好，通天，按通天这个穴位的时候，你稍微可以吸一火气，慢慢的吸气，然后按它，然后慢慢的吐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吸气，再慢慢的吐气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头痛
鼻塞，我们按的这几个穴位。好，流行感冒有什么症状呢？少数患者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，包括肺炎、中耳炎、脑炎、心肌炎及神经系统的疾病。感冒能够引起这些疾病，就算感冒很严重了，有一点并发症，产生这些病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能看流行感冒，我们就忽略了。好，身体有些不舒服，要赶快去看医生。好，在发高烧72个小时，呼吸急促，呼吸困难，缺氧，嘴唇发紫或发变蓝，好，胸痛，意识改变，低血压，这些症状要尽快的就医，好，掌握治疗的黄金时间。哪些需要特别的警醒？好，就是所有年龄都会发生这些感冒，流行感冒，不管什么年龄层都会发生的。有些族群比较多的机会感染到流感。好，未满5岁，还有65岁长者，好，尤其是在照护机构里面，最容易被感染到。好，流感疫苗，我们只要50岁就可以到卫生所或者是医院去打流感疫苗。好，流感疫苗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，打针打下去以后会有一点疼痛，还有少数人会有一点发一点小高烧，还有头痛，还有肌肉酸痛、恶心，甚至于有的人会皮肤痒。好，一般发生后1-2天自己就会恢复了。好，再讲上呼吸道感染。所谓上呼吸道感染，就是喉咙上面上呼吸道，这咽喉上面会疼痛，会刺刺的，会很难过，甚至于咽口水它都会痛。那这里我们应该按哪个穴位比较有帮助？第一个，按你的鱼际穴，就按你的鱼际穴，甚至于可以补助少商穴，因为这一块是我们的喉咙，所以这一块可以帮助。这一块跟鱼际穴，啊，这两个穴位都可以去按，就是帮助我们咳嗽、发烧，还有喉咙疼痛，还有失声。好，声音不见了，沙哑。好，声音沙哑，按鱼际穴之外，还有一个穴位，就是阳门穴。阳门穴在哪里呢？阳门穴在我们后脑，我们后脑在风池穴的中间。好，我们的枕骨旁边中间，好，这一块阳门穴，声音沙哑，好，按这个阳门穴。好，上呼吸道感染这个地方，大鱼际完了，还有一个穴位
上呼吸道感染，就是合谷穴。合谷穴在我们大手指头这一块，合谷穴这个地方，好，合谷穴，合谷穴也是我们的穴位里面是奇穴，它是止痛药，你哪里痛都可以按这个穴位，所以请大家把这个穴位记下来。合谷穴，合谷穴怎么找？看大手指头这样合起来，这边有一条纹路，纹路的最后面，然后力量往这边下，力量往这边下，按下去，按到骨头上面，你按一会儿，你会感觉到酸酸的，会往里面跑。按这里，这里会酸酸的，这就合谷穴。你哪里疼，它就跑哪里。合谷穴，好，所以我们上呼吸道感染，按这个穴位，上呼吸道会痛，按我们大鱼肌，按我们的少商，合谷都在 手掌上面，啊，你现在知道的这几个穴位，你都把它按一按，啊，还有一个指泽穴。刚刚才教完，指泽穴在哪里？指泽穴在我们手上这个地方，你手必须要弯起来，在这个地方按下去，指泽穴。啊，它也是止咳、气喘、喉咙肿痛，它也管声音沙哑，这个地方。啊，指泽穴，它也管这些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空的时候，把这几个穴位记下来，都是帮助我们喉咙痛、头痛、感冒。好，再来一个大椎，大椎穴，它也是管我们头痛、喉咙痛、气喘、肩背痛。还有腰痛，大椎在哪里呢？大椎在我们后脑后面，脖子这边，你弯下来，这边有一块骨头跑出来的，顶上来最高的一块，最高的这一块骨头，大椎。啊，这个大椎，哦，刚刚讲的那几个症状，你都可以去按你的大椎。这个大椎还有一个好处，我们洗完澡以后洗头了，你正好拿吹风机要吹头，当你把头发吹好以后，吹吹你的大椎，吹完大椎拍一拍，吹完大椎你拍一拍，好，拍一拍，你身上的湿气就会减少了。好，你看人家现在夏天到了，你再过一阵子，你就可以看到，有些人夏天他还拿一个丝巾围在脖子上。为什么他要围上？就是脖子这附近长疹子，长湿疹，就是脖子这个大椎这边有一些湿气，所以我们洗澡，吹完头发以后，吹一吹你的大椎。然后再拍一拍，吹一吹，拍一拍，吹一吹，拍一拍，不要烫到。啊，这个就是让我们身上的湿气能够排除。啊，我们有时候下雨，淋到雨了，你会打一个，哎呦，打一个冷战，就是大椎受寒。好，那时候，请你回到家。衣服放下来，请你泡一会儿热水，洗一会儿热水澡，然后拿吹风机把头发吹干，再吹一吹你的大椎，就不容易感冒了。刚刚你脖子受寒，
就很容易喉咙会痛，就会感冒。哦，大椎完了，我们再来看少商穴，也是喉咙肿痛、咳嗽，还有中暑、呕吐，还有中风昏迷，都是少商穴。就我刚刚讲的少商穴，按这里，好，少商穴，啊，这个都是帮助我们。哦，我们感冒一定是喉咙会痛，所以你赶快去按一按，按按你的少商穴。还有指泽穴，指泽穴不在我们的肺经里面，指泽穴它在哪里呢？在手肘外，这边是里外，在这边，它也在手肘上，手肘上这个骨头上按下去，好，这个按下去，就这一块，你按下去就是指泽穴。也是咽喉肿痛、手臂肿痛，就是你手臂痛，也是可以按这里，指泽穴。当你按下去的时候，你都会感觉到手有点酸酸的，这边都会酸酸的。指泽穴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感冒，好，喉咙痛。我们要按的这几个穴位，除了手上，还有我们头痛，我们头部的穴位，还有一个穴位，就是我们喉咙，喉结旁边，人迎穴。好，当你想咳嗽的时候，喉咙痒痒的，你用两个手指头顶住这一块，顶个十几秒，你就会想咽口水了，就会想吞口水。当你想吞口水，就不会咳嗽了。啊，你经常这样去按它，它就会一直在咽口水，就会产生口水，就会一直吞下去，就不容易咳嗽。啊，不过这几个穴位只能舒缓你的病情。可是生病了，一定要去看医生。好，请记住，一定要去看医生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少商穴。哦，肺经，第一个少商穴，第二个大鱼肌。好，就过来大鱼肌，少商、大鱼肌。太渊，然后一个手指头后经曲，完了翻过来列缺，列缺完了孔椎，孔椎完了尺泽，尺泽完了狭白，夹白，然后再上来一个手指头，天府，然后上来鱼门，再下来一个手指头宽度，中府，鱼门中府。好，鱼门中府有空就可以这样子敲一敲。好，尺泽有空就要这样子拍一拍。好，你就要记得尺泽上面有两个穴位，一个狭白，一个天府。好，然后鱼门中府。好，下来中间有一个
孔最，再下来一个列缺，还有金曲，然后太渊、大虞姬、少商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肺经。我们的肺经不是生病了以后，身体不舒服以后才按，有空你就可以按一按，就帮助我们肺部。好，那就能够帮助我们肺部，让我们的肺理气好顺畅，还有我们的血液能够顺畅。所以知道的这几个穴位，就请你要去按一按。好，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肺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好，谢谢。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。防疫期间，许多民众选择餐点外送，代替外出用餐。提醒外送员及业者落实以下防疫措施，守护彼此健康安全。第一，外送员应每日早晚量测体温，做好个人健康自主管理。如有发烧、呼吸道症状，应立即就医并回报业者。第二，外送工作期间应随身携带清洁及消毒用品，加强保温袋及车辆等物品的清洁消毒。第三，取送餐时应全程佩戴口罩，并建议佩戴具有挡风面罩的安全帽。最后，鼓励民众使用无接触取送餐服务，以信用卡线上支付，并与外送员保持适当社交距离。职场防疫，你我用心，食品外送，大家安心。